好，今天接财神哦，中部最大五路财神庙都挤进了人山人海的香客，只为了要讨财神爷来发个红包，求好彩头，财运也可以滚滚来。而且还有人专为15亿的大乐透来求好运哦。另外，庙方今天也教民众，如果在家您想要自己来迎接财神的话，该要注意些什么？我们带你看看。初四接财神，讨到了财神红包，大家财气滚滚来，还得跟着这么做。回到家里面呢，在你这个家的那个什么门口前呢，把它化掉，然后呢接财神。另外呢，我们要来到这边呢，给这个道长来除晦气。我们要按照这个圈圈呢，两只脚。脚踏元宝穿过钱币拱门，跟着接财气。可这个接财气要有 PEPO 哦，也就是要接三次。那这个要怎么接呢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民众是有什么由下往上拨，然后呢由外往内拨。好，第一次的时候呢，要把这个财气接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。五路财神庙人挤人，不只求新的一年财运亨通，也有人专为15亿大乐透来。他有签大乐透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。对，你先回去再签。拜拜，来这边，那财神庙会保佑啊。接财神未必得到财神庙里，庙方人员就教了，如果您在家准备5种水果、糖果、饼干、五路财神金纸，还有凑齐168元的铜板，在自家门口面朝外呼请财神爷，再默念住家地址，祈求财神爷降临您家，新的一年就会保佑财源广进。追选李佳庆、周瑜的 SNG 小组台中采访报道。